说说三个二十瓦啊，进口胶丝的，这一个啊，一指的啊，就是射过嘛，说是40趟的，调度高度6米啊。传言工蒸发套的扣，织这网的时候，老师傅织了1年啊，40趟的网。还有这个一个小的啊，小红头啊，不说你们也知道啊，这是3米6啊。 上边是那个一指半紧，下边是一指紧，啊，画星号的，看到吗？下边是一指的，还有这一个是调度高度4米，啊，7、8分的进口胶丝，人工杂碎着，啊，这个调度高度是，看一下啊，喜欢的可以联系啊，二手网。 看一下，哎，啊，看一下啊，小醉。